天地教，辛丑年，中原荣华秋季，全球超见阴安阳泰法会，诸天礼赞圣神大典。以礼开启。全体贵宾同分请起立，恭请祭酒刘光准枢机使者入堂。万劫消磨不坏身，如今初旷心光明，本来一无无沾染，不见不增是纷争，让往昔来名利富贵荣华一笑空。诸位，行圣乡礼。祭酒枢机使者归，贵宾同分请扪心肃立。出圣乡，雅圣乡，三圣乡，
献花。群体起，祭酒行四跪八叩礼，同分贵宾行八鞠躬礼。鞠躬，跪，叩首，再叩首，起，鞠躬。跪，叩首，八叩首，起，鞠躬，身诵神表文。祭酒枢机使者跪，贵宾同分请扪心肃立，读表文。谨为天运辛丑年七月二十一日，中华民国一百一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吉时，天地教辛丑年中原龙华秋季全球超荐阴安阳泰法会。祭酒刘光准枢机使者，承天地教第四任首席使者陈光礼之命，接同神职教子全球参与秋季法会诸同分家属贵宾，仅以至虔至诚之仪恭行送神仪典，拜宿表文，跪呈无形总主持一气宗主，总主持坤元辅教慈恩圣母，据副总主持，主持总护法阴安阳泰，天清地宁，三朝共沐帝恩，和盛感戴，仅以至虔至诚之礼恭送法驾回銮，讴歌天人亲和之乐，齐颂三朝安泰之章，临表顿首稽首，述呈上文。恭请祭酒加光表文。本表文，群体起，合飞，降幡，功德圆满谢恩，祭酒行四跪八叩礼，同分贵宾行八鞠躬礼。鞠躬，跪，叩首，再叩首，起，鞠躬，跪，叩首，叩首，起，
鞠躬。恭请祭酒，刘光准枢机使者退堂。着不为自己设想，不求个人福报，为台湾长期祈祷，为世界各地天灾人祸祈福，尤其新冠疫情弥漫全球，致使世界落入悲惨的境界，更是天地教祈祷的重心，希望疫情早日缓解，人们能够回归淳朴的生活，爱护这个同生共荣的地球，人人从根自救，人心向善，自自然然化言天灾人祸，让地球村成为一个可以实现的愿景。李晨，各位贵宾，各位同分，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天地教辛丑年中元龙华秋季全球超见阴安阳泰法会至此圆满结束，感谢各位参与奉献之功德，祈愿教主上帝、本师世尊及诸大帝、一切宗主、昆元佛教慈恩圣母即秋季法会众主持，恩赐各位智慧光、财帛光、亲和光、如意光、平安光，祝福各位同分、各位贵宾平安健康、事事顺利、家庭美满，我们明年法会见，祝福各位同分、各位贵宾平安健康、事事顺利、家庭美满，我们明年法会见。
金刚经。